MediaCom 梅凯是全球坐席协作管理领导者，先后完成了陕西移动、天津公安、国家某网络办公室等国内各行业最大规模坐席项目。 MediaCom 梅凯基于第四代光纤 KVM 技术的 CISA 凯撒可视化坐席协作管理平台，以独有的核心技术优势为客户创造价值。一、卓越的系统稳定性。独有主备主机瞬间自动热跳转技术，系统配备主备双主机，当主用主机发生故障时，系统无需人员干预，瞬间自动跳转至备用主机，保障关键任务不中断，系统正常运行。双控制板卡技术，系统主机配备主备双控制板卡，实现自动热跳转机制。主用板卡发生故障时，系统自动跳转至备用板卡继续运行。二、引领行业的先进功能。高速 USB 3.0 与 5G 的传输带宽，支持 USB 3.0 工业摄像头、USB 3.0 硬盘等多种外设接入，保障系统硬件级别的先进性能。智能系统状态监测机制，实现对系统状态监测、告警处理、权限管理、操作记录，并可视化呈现，便于管理与维护。三、极致的实用技术。通过 DMS59 同步接入技术，实现一个接入端设备同步接入两路 DVI 信号，有效节省主机端口资源与接入端数量。多数据接入系统能够让一个设备同时接入八路信号，并选择任意一路进行传输与控制，节省主机端口资源与接入端设备数量，有效降低建设成本。数据复用系统能针对光纤资源较少的环境，实现一路光纤传输多达八路信号，突破光纤资源不足的限制。四、无与伦比的操作体验。一套键盘单一热键快速操作，对信号实现一键推送或一键抓取，比传统鼠标点选操作的方式获得更高的工作效率。梅凯股份是全球坐席协作管理领导者。